四班各依的家长写给全体老师及职员，衷心感谢依分全体同工在疫情期间为学生在全方位学习上和校舍环境清洁上付出努力，停课不停教，防疫不松懈。六依班庄浩然家长写给依分全体老师教职员，六年小学生活快将完结，感谢老师这六年来的教导和照顾，在这疫情期间，亦多谢老师们为视像课、为安排功课作准备。我相信这个过程不是简单容易的，我会铭记老师们的教导。祝老师们生活愉快，身体健康。疫症停课期间，作为父母的我哋，除了继续我哋的日常工作，亦都要照顾停课的仔女，多少都会感到有啲压力。但是作为老师的你们当中亦都有身为父母，你们不但只同我们一样，还同样地照顾我们的小朋友，在停课不停学期间为学生预备网课的材料教学，亦去了解和协助他们心灵上的需要，还照顾家长开办不同新心灵讲座，共度抗疫难关。这一切真是我们依分上下的一种恩典啊！老师辛苦了你们，你们就好像海上的灯塔，令我们的孩子可以继续安心地在大海上航行，真是好值得大家向你们致敬。最后就让我们衷心说声谢谢。